完毕。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来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20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如下：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基等19人，委员周春米等21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4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7人，委员郑天才等17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萧美琴等23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新民党党团委员苏正清等25人，委员陈林飞等17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莹等23人拟具矿业法增订第6条之一及第72条之一条文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尤美女等17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那么各位委员有没有拿到表决卡？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4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内容如下：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两岸协定缔结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协议签署监督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两岸订定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及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订定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三案，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坚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4案，内容如下：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英等16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5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二、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0人拟具医疗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4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8人，赞成3人，反对4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5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定飞等23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意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8人，赞成3人，反对4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6案，内容如下：一、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委员赖瑞龙等16人及委员洪宗义等25人分别拟具社会团体法草案案；二、本院委员陈曼丽等18人拟具社会团体法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
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8人，赞成3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下列议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本院民进党党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第9届第8会期第3次会议提案。三、本院委员陈廷飞等19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四、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4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0人，赞成3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下列议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草案请审议案。二、本院委员尤美女等25人，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1人，赞成3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下列议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地政事法》第26条之1、第51条之1及第59条条文修正草案、《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24条之1、第29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24条之1、第29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意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8人，赞成3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0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房屋税条例第5条、第5条之1及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自财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请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下列议案自交通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限广播电视法第10条之1、第12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2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
由于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1人，赞成3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2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八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第9届第八会及第3次院会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7条之一及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由于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3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八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第9届第八会期第3次院会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7条之一及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由于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最低工资法草案案至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林委员依法声明，对变更议程之表决第2案、第5案系案赞成，第7案系案反对，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5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6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贪污治罪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至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意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7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仅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香港澳门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林委员敬献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至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3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9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第9届第8会及第3次院会一读，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49人，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20案，请宣读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8会期第八次院会，拟请将第9届第1会期第二次院会读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意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0人，赞成4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书委员郑庆对刚才之表决声明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欢迎会变更议程提议均已处理完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案，海洋基本法草案。